院子都没了。这个院子已经面目全非了，人家那堵墙在这儿呢，现在已经挖了这么深进来了。外面干得火热，你还在这吃饭啊？他都快吃完了。真棒啊，宝宝！一碗稀饭快吃完了。奶奶回来喽！拜拜你。哎呀，在老家就算忙。太妈这啊，奶奶，啊，你吃吧，补充一下能量。奶奶，哎，你吃吧。蛋蛋。我手脏。快给他红着，你放碗里。这奶奶辛苦了。有没有跟奶奶讲辛苦了？怎么你自己又吃啊？看烫了呀，最后一口稀饭吃掉。哎，往里走哎！哎，挂挂挂挂了。我帮你挂。爷。老张。哈哈哈哈哈！啊哦，哎呀，又抢我的，啊抢了抢了！我生气了生气了。香香啊。贪吃的哎，看奶奶吃。现在把这个坡度给它铲缓一点，不然太陡了。啊，真的很丑啊。啊，还好啊，不会呀。我赶紧上两位向导啊。爸，不会，走来，走来，糟蹋了，爸。都滚板呀！归给熊班。要上班了。你滚板呀！你劳动。看板。第二老板。嗯，第二老板，嗯，慢一点哦。第二老板，屁颠屁颠的。哎呀，好逗啊哈！会计终于上线了。今天跟奶奶在那边看热闹。不可以拆，老大。哎，哇，这好毒、哦！我硬拆。好毒哦！一个不能这样子，知道没有？阿台会痛痛的，不能这样子哈。奶奶，我是爱奶奶了。企业孤独之家了，不过企业面顶住了啊。伊说安尼，我再叫伊做一点来吃孤独。连连妈还是爱吃孤独的。太笑这个了。阿台，你不吃孤独你了？我也有这个预感，可能到时候新房子盖完之后，大家还都是喜欢在老房子里待。他们那进来其实爬上爬下来，我觉得也很累呀、啊。那请问盖房子干什么？我来住。不用花钱吗？要啊。我来住。分账。给大家看一下盖个房子有多不容易。盖房子跟邻里沟通是个大工程。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栋楼也是跟隔壁邻居也是沟通一点点，寸金知道吗？也是在吵是吧？也是吵，因为跟老人家有点沟通不清楚，然后后面是跟年轻人才沟通到位。盖房子不容易。老家都讲究寸土寸金。你有没有看你老丈人那条路啊？一上去一棵树出来，他都不砍，那一棵树一砍，不就是过来就直一点了吗？啊，所以啊，农村就是这样，咱这算是好的，有的很严重。去看你呀，雨滴打嘞，谁打你？看你，是谁？阿爸，啊阿台，来看雨，要不要？哎呀，是得看雨怎么？我刚才看着你，雨滴在学我，你不认识他是不是啊？这样看着他。你看我太帅了哈！是哦，爷爷还以为咱俩在眉目传情呢。对呀、啊，他刚一下子转过来盯着我看，干嘛？你是不认识他吗？我蒸个米糕，福建特产。先吃红烧肉，芭蕉开饭了，要不然菜都凉了。做这个鸡翅也太……我自己做鸡翅，我知道。到时候只要多出一张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了。给他写一下，一二三四的三。他写的是王。哦，是王，文牛的。哦，蚊子哦。应该可以，热一下就行。哦，上面是糕。嗯，米糕。吃饭。赶紧吃。外面又有动静了，这又来了。赶快吃啊！吃完干活。加油！加油！我的高层给邻居挖了，小的还要省啊！我还管，是哟，扑克牌他多发了一张，就是啊。哦，想你哦。他喝太补的，头脑就混乱掉。他在剔牙，你看到没有？在牙是不是？快点！谁呀？
谁呀？谁呀？牙。牙。你说长牙了呀？长牙了，我帮你掰好不好？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吓了你一激灵！你在看鸡是不是？哪里有鸡？那里有是不是？有。鸡怎么叫啊？爸爸。你自己下来嘛。哎呦。看喵。去，抓鸡去吧。有鸡吗？哎呦，吓一跳。有鸡吗？奶奶在洗碗。那是洗碗的声音。有鸡吗？看到了没有？现在已经挖得这么大了，效率还是很高的。前后其实大概工作了就是不到两天的时间，就挖得差不多了。这爷爷给他买了个学习机，至于吗？蛇。哦。哦，它是卡片可以读是吧？对，总共配了好多张，你看这么一大。哇，这还可以啊，可以教他说话。这个好的呢，看，他找卡片场景，他就教你说话。狗 ，dog， 声音调最好看。猫 ，cat。哦，这背面还有哎，哦，背面还有，还能学英文 ，cat。来，熊猫。哇，他自己会了。嗯，对准宝贝，对准这样。好，你自己放放。熊猫 ，panda，panda。你再拿个羊，看它会跟着叫。得找好多。熊猫。这这么多卡片。山羊 ，goat。到你了。咪。卡片哪学得完啊？这不学到你三岁。兔子。你看咱们都不知道买这个哈。嗯，爷爷那时候刷到这个，然后这个好，然后就想要给甜甜买一个回来学习一下，又能发音，又能教你英文，又能教你咩。给。终于可以摆脱他那两本已经被他翻烂的书了。哦，咕咕咕咕咕给，咕咕咕咕给，咕咕，哥哥，丫丫。好，丫丫。嗯。干干干干，丫丫。嗯。好看不？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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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